主料，油豆腐泡300克，肉末25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料酒、味精、生抽、香菇、葱末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买来的油豆腐泡洗净，肉末放到容器中，香菇泡好洗净切成丁，葱切成葱花，肉末中放入盐、味精、糖、料酒、生抽，用筷子搅打上劲，放入葱末，搅拌均匀，加入香菇末，搅拌均匀成馅，油豆腐泡上面出一个洞，放入打好的肉馅，锅中放油，放入塞肉肉馅的油豆腐泡煎一下，盛出备用，锅中放油，放入葱花炒香，放入煎好的油豆腐泡，加入适量的水，放入适量的盐，放入适量的糖，放入适量的味精，放入适量的老抽，中火炖5分钟，炖到豆腐泡里面的馅成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煎的时候要先煎放入肉的地方，这样肉不容易流出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